今天实在有健康吃什么嘞？生炒花枝。原来这就是勾芡的代替方法。接下来就很快，我们就把花枝放进来，这边勾芡的部分就可以进来了，很简单。你懂了。赞了。而且我原本想说用那个米饭来做勾芡会没有那个勾芡的味道，结果真的完全。今天下午6点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